刚看到你跟陈先生夫妻在大厅，你在搞什么 ？You have to promise me one thing。我知道你想跟陈先生熟，你现在也想跟陈太太熟啊？大妞啊？是吗？那个李静啊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要走了吗？妈说要煮好了在家等我们。李静跟郑明是高中同学啦，他人很负责任啊，又很照顾郑明，不用担心。每周六晚间10点 ，TVBS 42台《亲爱坏蛋》联播2集。